两位主人都是新西兰医学领域的顶级专家，专业中的一丝不苟也让他们选择了同样出众的室内设计师，为他们的家注入美的活力。显然，明智的色彩选择和纹理图案的搭配，立马使得原本朴素的空间焕然一新。这里是 Epson 的33号 Wapiti Avenue， 你有眼光，我有好房。我们是 Kelly and Tim 周末开放，在 Paputakawa 树下寻觅你最淳朴的家。